星巨石强森自摔角选手转型成为演员后，卓越的演技备受喜爱。日前适逢国外父亲节，他与社群平台发文怀念已经离世的父亲。巨石强森透露，在父亲因心脏病去世的前一个月，两人吵架了，最后永远的错过了和解的机会，令他每次过父亲节时心情都非常复杂。不过还好有三个女儿的爱填补他心里的空虚。事实上，如今身价高达$10,000,000的他，在童年时与父母的生活十分艰辛。他透露，当时摔角选手的收入并没有很高，父亲也没有足够的钱过生活，导致全家人被驱逐。随后父母被迫开了一家清洁公司，辛苦工作来维持生计。他坦言自己有过银行存款只剩下$7的惨况。也正因为这些种种的经历，让他不断提醒三个女儿要学会感恩，珍惜金钱和食物的价值。